除了拍 vlog 拍主题性的东西，还可以拍什么？就是你们一直叫我拍的 prank， 然后我一直就是我有看你们 comment 啊，就叫我 prank 小西啊 ，prank 莫娜，但是你们最期待我 prank 的人就是小爱，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在 HSC 里面没有被 prank 成功过的，然后我就有点怕怕啦，因为他没有被 prank 成功过，就代表我要花很大的功夫才能 prank 到他。然后你们有看我 video 都知道，这个是我 YouTube channel 里面第一个 prank， 就是献给了这位人小爱。我要讲 prank 他呢，他非常的聪明，然后我知道他最爱的东西就是他的那两颗小白，所以我就要拿他最爱的东西来 prank 他。我不会把今天的 prank 弄到很复杂，因为他每次教我做 video 做 prank 就要以最简单的方式来开始做，所以我会用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刚刚有去买了这个东西，这个是那种八卦沙，每次你会看人家有危险的地方就会这样滚滚围起来的那一种，因为这个东西呢是不会伤害车，我知道他非常喜欢他的车，也非常的照顾他的车，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阿瓜，是不会伤害车的。然后我要把它包到完它整个车，剩下大镜啊，然后旁边侧面的镜子，后面的也给它包到完。然后 side mirror 一定是要看到啦，因为要安全嘛。所以我要讲包呢，你们一定想象不到是不是？所以我就要下去拿其中一个 editor 的车来包看，这个他们不懂的，我自己偷偷的。然后我刚刚有问了，就是导演问了讲小爱今天有拍摄，然后他拍摄时间是12点，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0点多，然后我拍了开场，然后等下我要比较早去公司，因为小爱这个人他是不迟到的，就是他12点拍摄，他11点半就会到，然后我要比他早到，所以我就要比较早去公司，不然我准备不到东西。然后我假假会骗他讲我今天在拍 daily vlog， 因为他每次都叫我拍多一点 video， 不然他会很起疑心，就是为什么你今天拿着相机，因为平时不可能会化妆来公司，除非有工作。然后他每次看我化妆又拿着相机，他就会怀疑了，所以我就要假假拍 vlog 跟他讲，哦，我今天拍一下 vlog， 然后刚好你来公司就一起拍一下，讲一下东西这样子。这样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清楚了嘛？所以现在跳下去包 editor 的车，给你们看它是这样子的。过后因为没有 editor 要借我他的车，所以我就跟你要公司的老板借车，然后来包一下。等下就要好好收拾干净，毕竟是 boss 哎。OK，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包。很期待试试，我自己也很期待。来，所以车就在这里，然后我就准备好这个。A few moments later， 所以我大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 example， 大概会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车架出去也是很奇怪哦，其实，所以那个车大概就是会长这个样子，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样子。我已经尽力了，可是等一下我会比较用心的包啦，因为这个只是示范罢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小爱的车。所以现在我是在公司外面，我在等小爱来，然后他到了过后呢，我就会跟他讲我今天要拍 vlog 的主题就是要服侍他一整天。你没有看过我之前拍服侍他的 vlog 吗？那个 vlog 哎，他就跟我讲反应很好，可以做第二集，然后我今天就要拍这个主题。然后等一下他一到呢，我就会帮他开门，然后拿 bag 之类的，因为他每次来都会拿超级超级多东西，好像要搬家这样，拿个行李箱啊，不然就拿一个大大的那种行李 bag 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等他来。喂，他到了。Hi boss， 今天我在拍 vlog， 我要拍就是服侍你一整天的那个 vlog。 我之前拍过第一集嘛，然后你拍 vlog， 然后你没有拍我，你也是好笑的。喂，我的人在车里面，然后你讲你要拍 vlog， 然后你没有拍我。再给我，冷静冷静。So happy 哦 today. Today is a good day. Today is a good day. So
真的，我们现在你等下我问你啊。嗨，大家好，我是韩小爱。然后你问了什么？等下我问了你今天的行程，然后我一整天都会 follow 着你，然后我就会帮你。真的是没有 content 拍哦？你头脑可以再想多一点 content 吗？我这样都，我给你这样多 suggestion， 你居然拍同样的 content， what？ 人家喜欢看吗？ what？ 这样子你要帮我拿鞋哈，然后你还要帮我穿衣服。哟，帮你穿买内衣内裤啊，不要。这女生啊，每天带这样大个东西出门都不知道怎么，里面不懂装什么鬼东西。那东西你自己拿，不要跟他讲。小 A， 你是欺负你的人？谁讲过这个东西？来，不然。你们店我没有关掉一个，被我揍了。是啊。没有关掉一个，不用关。还谁？明天会关。哎，来，我不称职。A few moments later. 啊！现在小爱在楼上等待拍摄。然后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是我要 wrap 他车的时间了，因为他现在在楼上等待拍摄嘛，然后他就会去 make up 啊，弄一下头发，所以这个时间是不需要我服务他的。然后呢，他也不会怀疑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他的美车，我的道具，我现在要 set camera 先。没有用到，然后他走了。为什么跟我问导演的 plan 不一样的？为什么？如果你们喜欢我的 plan 的话，记得订阅、分享还有按赞，还记得开小铃铛哦。喜欢subscribe我的 YouTube channel 哦，我要去买奶茶了。不是叫人家subscribe我的吗？好的，记得支持伊琳哦，给伊琳加油。我们要 clickbait， 你这个 caption 要写我 prank 韩小爱成功了，别人就会来看了，结果又是一个，现在年轻人真的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哇，所以我人生中的第一个 prank 失败。如果你们喜欢我的 YouTube video， 记得分享、订阅和按赞，记得开小铃铛哦，拜拜。